来，左边。来，从正下方，正下方。好了，再一个，来正下方。一二三。很好，继续继续，来一个。手还可以漂亮一点。好。来，一二三。那个再开，再开，再开，好。来，看我这边。我现在不只写了五首，但是我挑了当初不起勇敢这个中文，所以我挑了五首歌曲，做这张专辑。那我不是很一直很一定要马上一年做一张或两张，我希望我可以慢慢的成长，慢慢的去录音，慢慢的去让这张专辑完成之后是比第一张专辑来的更有特色，会更有话题性，就是在唱法会有跟以往不同。内容在讲一个主角是张永正，已经演戏的一个名人脱口秀演员张永正。那这次他是当我们男主角，因为我们认识很久。对，然后这次的内容是他由他来担任男主角，就是讲一个其实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喜欢女生的最后一喜欢男生的事业的方式，可能还没有被触发，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性向，但是其实他是喜欢男生，或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家里的关系，他不能认同或是不敢去说，对，所以他们不得已一定要喜欢女生，对，所以这个微电影的故事就讲说。其实因为在里面，因为女生是一个女强人，那可能都忽略了男生，但是后来因为遇见了之前的同学，然后而又相遇了，最后两个又爱的火花。那只是因为后来做了彩妆，慢慢的接触到这一行业，然后最后因为会写歌词，而有人帮我出了一张唱片，一张唱片是别人帮我出的，就这一张专辑自己弄的，对，对，偷偷花了多少钱？不错，应该有一百五到两百。是把积蓄拿出来吗？是，我虽然再没什么钱，我把前几年赚的钱又把它拿出来，所赚的彩那个保养品牌啊。刚好那你要说你自己有遭受到一些霸凌。没有，我跟你说霸凌我，就言语的人家恐吓我，人家可能我跟这个女生太好了，男朋友要剁我脚筋。除了你不止一次被威胁要剁我脚筋，就这一次。是不是黑道？不是黑道用肖像的？对啊，那个是拿跪下。好，那就是用肖像的。用肖像的是这样子。对，然后剁脚筋也是。另外一个，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很好。好到那个男生想要记得他好像传简讯就没有传出来给我。那跟那个女生是好朋友，我们很久的好朋友，他以为我们怎么了。对，你现在是单身吗？我现在单身，我也想要有怎么样。单身多久？单身大概三年了吧。嗯，那需要另一半什么条件？我另外一半嘛，我很喜欢脚痛，小腿痛，我喜欢很漂亮的小腿，细细长长的小腿，然后再来长相干净，年纪，年纪要比我小，性别呢？我现在25岁，大概差不多18了。性别呢？等我结婚了，你们就会知道。所以这接下来交往对象是会打算要结婚？其实我是一个很怕有压力的人，尤其我现在事业还没有到一个轨道，我希望到我有一个真正有轨道。上轨道，然后有赚的钱，我觉得我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见到他。我也很喜欢小孩，虽然我很怕吵，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结婚。嗯，那你的右手背上刺的那个刺青在哪里？啊，我在上礼拜刺的，勇敢，看得到吗？这是我专辑《勇敢》。对啊，我是一个勇敢。希望每一张专辑都可以吃，一张专辑是卡了，你要吃的。没有了，我就勇敢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因为看到一个，还没。我接下来可能是到我的肚子上、手臂、我的脚，慢慢。